我怕我一说我又开始哭了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情流露。好，嗯，啊，对他们就要你哭。我真的会哭很惨，因为我内心压抑了好多的感动。我要感谢我的家人，对，他们一路以来从担心到反对到支持，尤其是今天有来现场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公。然后我另外除了感谢现在的经纪人马哥带着所有的团队，支持我以外，我觉得我要感谢我的前公司巨阳新媒体有限公司和波特王好帅，谢谢你们成就了苏莹，也谢谢你们在我放下苏莹这个名字，用李梦纯重新以演员的身份出发的时候，完全震惊的线上祝福给我，对，你赢了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来来来，哦，舒缓一下情绪，真的好，不用了哈，我怕再多 Q 你，你要哭得更惨了哈，赶快去补个妆。